我从年轻从事美发行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年了，然后想要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让自己更强壮，然后我就选择中州科技大学来读时尚系，然后这一次很荣幸的能够参加苗栗杯的国际美容美发大赛，然后感谢老师徐淑敏老师跟那个陈韵老师的指导，很荣幸在婚礼小屋然后能够得到冠军，然后我们这一次婚礼小屋是那个毛巾狗狗的造型为主。这次非常开心能够参加苗栗杯国际时尚造型比赛金太子图得到第一名，然后我觉得在这一次就是从构图开始，以及就是色彩的选择，以及在就是下笔的轻重都非常的就是细心的就是去记设计，看看该如何的去构图，然后如何的去完成它这样子。也非常谢谢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徐淑敏老师以及陈韵如老师的细心指导。校长赞不赞？赞！我们同学赞不赞？赞！那比一个 OK 的。